的 vlog 内容呢，就是我准备要做一个演讲，然后从今天开始准备，然后从备稿，然后到彩排，到明天正式演讲。今天要去排练了，然后刚刚已经就是弄了一些备稿什么的。走啦，这就是我的稿子，然后刚刚已经做了一些笔记了，是三个整页书的稿子。现在是一个 lunch time， 虽然是很晚的 lunch， 该是 dinner， 觉得是每天都要 lunch。 我的 dinner， thank you。